兽制作人小鬼。Very simple. We love hip hop. Hey guys. Hi.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你好吗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bro? What's up?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Kyuka. I'm your fans. Thank you. So much. Yeah. 私は。Oni Maru ですか Oni Maru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 Kyuka 跳舞我看着他看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有一天可以跟 Kyuka 一起站在舞台上所以跟 Kyuka 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看着他心里很开心也是想打内心的告诉他我真的很爱他也很想跟他做朋友哦、oh, 我说、oh, it's okayFor dance, you heard? Not like for dance, but something like I was very tired, too much busy. Be careful. Yeah. More easy for you? Yeah, I think it's easy for me. I danced hip hop 5 years. Wow. Yeah. But since you was young. Yeah, I'm 17, 15 years old maybe. Yeah. Then I go to the battle. Mm, wow. Yeah. Then I saw your video. Right? Really?I dance suck, man. So, before, I just go to the rapper, be a rapper. So, I have long year no dance.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节目像是我其实自己挺害怕去面对这件事情的，因为跳舞这件事情已经从我人生中最重要、我最擅长的一件事情，慢慢的变成了我。不想要去触碰他的一件事情，因为从理论上说我已经放弃舞蹈了。在我人生中最热爱跳舞的那段时间，是像疯了一样的，就是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但我后来还是选择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来，因为他毕竟是我人生当中曾经最重要的一个部分。Until what time can you train today? Anytime, bro.I think you guys time. Yeah, so switch the go back down, you can just turn around. Boom. Yeah. Don't tap. Boom. Oh, yeah. After, boom. Yeah,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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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Again. Yeah, again. Yeah, try again. Again. Yeah, again. Again. Okay, maybe try again. Again. More practice. So, シャオゴエは、まず、ヒップホップがすごい好きで、ダンスが好きで、すごい頑張り屋さんで、最後まで、すごい自分の出来が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すごい心配して、めっちゃ必死に練習してるのがすごい印象的ですね。彼は今回すごいこうダンスにフォーカスしたくて、ダンサーとしてこう参加したい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ので、その意見も、しっかりリスペクトした上でじゃあ彼の曲を最初に使ってからパフォーマンスするのはでいいと思うっていうので看到我身边站着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 dancer 我就算做不到很好但我会拼尽我的全力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用尽全力的去做
全场最纯粹的一支作品，他们四个这样子合起来用那么 hip hop 的音乐去跳，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就已经爽爆了，我就觉得哇 hip hop 回来了，这种感觉有点 surprise 到我的，就是让胶片去做那个 car， 胶片可以当方向盘也可以当轮胎，我觉得这一点用得特别棒，最后跑到最前面把胶片一折，感觉更像是有一种去他的音乐，去他的什么什么，就是一切都豁出去了的感觉。四位队长还有大师团也开始打分了，现场啊，各位评审，如果您喜欢这一个作品，请投出您手中的绿色毛巾。Devin Moore， Devin Moore， nice。 首先呢，还得让他们自己来讲一讲，哎，怎么会编排出这样一个作品跟小鬼？私たちみんな。ヒップホップをレプレゼンしてるんですけど、一番ヒップホップが盛り上がった時代の 90s の曲を使って、90s ファッションで、で彼がラッパーなので、ラップもやっぱりこうヒップホップのカルチャーの中にグラフィティと DJ とラップとダンスっていうものがあって、含めてヒップホップっていうものなので、ダンスのスタイルだけがヒップホップなんじゃなくて、そういうものもこう作品を通して伝われたらなっていうので作りました。问小鬼吧，跟大家一起合作这支舞蹈感觉怎么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很久都没有跳舞了，也离开了这个圈子很久，然后我们一起在完成这支舞蹈的过程当中，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然后一起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配合，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就像让我回到了当时我最开始跳舞的样子。其实今天上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造型站在这个舞台上。但其实这一次，我是戴了个帽子，因为这是我最早站在 battle 比赛上的样子，就是只是戴个帽子，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对这个舞台的尊重。真的太棒了，我相信热爱也是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的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点掌声，因为 hip hop， 因为舞蹈。说得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以你跟 Q 卡是很早就认识吗？
不是的，我记得我十七岁的时候，每天必须得要看他的视频睡觉。哇！我有点不敢往下问了。这有什么不敢问的？他就是十七岁的时候要看那个 Q 卡视频睡觉，就像我那个十八岁的时候喜欢听郭德纲老师的相声是差不多的意思。哦，了不起啊！陈升队长，这个作品我很喜欢啊、其实我也是 90s 就九十年代开始喜欢上了 hip hop， 然后从最开始小鬼在这个 DJ 台上面，然后一下来就是大家就是先放松放松 free， 然后直接进到了这个编舞的模式，包括中间你们的表情和态度也是很 hip hop， 中间也加了一些 C walk 在里头，然后我看得很舒服，我很喜欢，嗯。我觉得是一支特别 hip hop 很纯粹的一个作品，而且没有用很多花哨的编排，干干净净的，我也可能感受到这种 hip hop 的氛围。包括其实小鬼也是之前也是 hip hop dancer， 所以他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融合度是很高的，然后跳得很好，谢谢。很喜欢这个作品，非常喜欢。你们所说的那个元素啊 ，DJ 啊，然后不光它只是一个 DJ 盘，然后会变成车，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觉得后面会有一点点的音乐上的平，但你们的状态都非常的统一，能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喜欢 hip hop。然后 Shadow， 你不热吗？穿了个棉袄。I had to do it for hip hop, but I'm sweating right now. 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演。